夫の浮気で衝撃離婚、無一文となり一人息子も養えないアラサー女子が御曹司の社長秘書として働き始める。什么？撞疼你了？那是你的头硬，还是我的胸口硬？哎，雪雪，运气不错呀，还撞成了个钻石王小五呢。我就不信赶不走他。ド S のワンマン社長はドジなアラサー女子を毛嫌いして。这雪雪小姐。我真的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我们可是有金钱的关系，五十多万呢。你倒好，跑到人家富二代家给人当保姆。是不是当你的助理都得超听话的？老娘不干了。子供と暮らすため、ママは立ち上がる。你没有自尊心了吗？我年纪比你大，好歹是你姐姐。姐姐？哎，你们这个年纪的人谈恋爱，是不是像老房子着火一样？一发不可收拾啊！ツンデレ若社長とアラサーママの同居生活が始まり、次第に惹かれ合っていく二人。很有人情味的。一个星期拿不到代理权，滚蛋！开门，开门！你起来啊！程烈，你还是很有天赋的嘛！我敢保证，他明天早上肯定会娇羞的看着我，然后叫我的名字。二人の恋の行方は？程总早。你不懂女人，弱水三千，我只取她一瓢。あなたのお気に入りになります。 Unext 独占配信中。